总是有人在我们直播间说我穿的衣服不好看，叫我开除造型师。哎、欸，造型师就是我本人呐、啊，就是我啦。每次在我直播的时候，就会有人进来闹场，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的东西怎么样？不好啊，什么没发货啊，什么的。”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产品质量问题，你留言给我啊。可我每天看，我怎样还活着，还有一口气在，我都会看信息。可是我每天看都没有，但是就是在直播的时候，总会有人进来这样闹场。总是有人在我们直播间说我穿的衣服不好看，叫我开除造型师。哎、欸，造型师就是我本人呐、啊，就是我啦。我现在啊。没有那么多预算买衣服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我衣服穿得很难看的话，如果你有认识女装厂商的话，拜托你让他来赞助一些好不好？我当女 F 4的打歌服现在都还在呢。但是每天都有人一直问我。你为什么不回家过年？真的会把我问崩溃哎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我只过中元节、清明节。在直播间里面问我说：“你怎么还不回家过年？你怎么还不回台湾过年？”有人在的地方那才叫家。但问题是，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，世界上有很多人是没有家的。我家里面的家人，他们都不在了。有人说就。那你妈呢？你妈不还活着吗？但是你以为世界上每个人都像你一样，妈妈在家里吗？她活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从有印象以来，我的妈妈就在别人的家里当妈妈，照顾我的一直都是我爷爷奶奶。我其实真的不喜欢过年，但是因为没办法，我要吃这碗饭。我每天化好妆以后就要坐在那兔年大吉，恭喜发财，我就是吃这碗饭的，所以我要给大家祝福。但是每天都有人一直问我，你为什么不回家过年？真的会把我问崩溃哎！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我只过中元节、清明节。